好，干了，认真点，仔细干活。嗯，哎，运气挺好的哈。喂，刘总啊。 我是工地的负责人雷军，啊，雷军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有点小事想向你请教一下。您以前呢，助理张小北，偷偷的用相机偷拍咱们的施工现场。考虑到他和您的关系，我暂时并没有戳穿他。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处理？暂时别惊动他，我马上过来。阳台在这里。心怡啊。 我得介绍处理，否则你自己慢慢看。啊？哎，这地方硬不硬啊？买两套。小北。 小北，别跑啊，小北！小北，你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。小北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？我知道，我拍照的事情被你发现了，你肯定不会放过我。 就像当初明光集团那个人不会放过我一样。小北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兄弟，只要你把东西给我，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星辰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初正直的星辰哥，为什么要和坏人一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小北，你怎么和星河一样没有脑子呢？你拿了钱为什么不回家盖房子，非要留在这儿跟我作对呢？ 你的梦想不是回家盖房子吗？我爹在我进城前就告诉我，做人要正直，不然赚再多的钱也不会花一分的。把东西给我。喂，小北啊，什么事啊？工地上材料有问题。把东西给我。把东西给我！我最近拍了一些证据。 小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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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各位工友，谁能告诉我62号是什么？62号？什么62号？62号好像是小北的衣柜。小北的衣柜？那在什么地方？那。
放过我吧，你小时候对我最好了，你不能因为别人毁了我一辈子呀。星辰，哥不能再帮你了，再帮就是害你。走开！哥，我求你了，哥。你想要我死，老天都不答应，你自己慢慢玩吧。小北，小北，这不是你的柜子吗？小北。